综合报道，王菲过去曾开通微博账号，至今已三年未更新。有网友曝光疑似她私人 Instagram 账号里头不乏与男友谢霆锋甜蜜照，好友刘嘉玲、彭于晏也关注此账号，间接证实该账号是王菲所拥有。神通广大的网友扒出疑似王菲的私人 Instagram 该账号，从开通至今已发了1420则贴文，当中不乏敷面膜私照，还有与男友谢霆锋的甜蜜日常，两人戴住帽子口罩，身穿厚重羽绒外套，全副武装站在桥上合照。谢霆锋还将头望向王菲，眼神满是爱意。对于私人账号曝光，不少铁粉表示菲迷早就知道了，过得开心就好，不必要在乎别人的看法，能不能给他们一些私人空间。王菲又谢霆锋所复合后一举一动备受瞩目，合成图资料照刘嘉玲、彭于晏皆关注王菲私人账号。凡是自 Instagram 王菲在私人账号中公开敷面膜照，凡是自 Instagram 谢霆锋甜蜜看出王菲，凡是自 Instagram 王菲在私人账号中贴出多张与谢霆锋旅游照，凡是自 Instagram